好，同学们，这一节课咱们专门看一下心血管系统，体格检查的血管检查。血管检查是心血管检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节的重点阐述周围血管检查，包括脉搏、血压、血管杂音和周围血管症。周围血管症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你理解为就是主动脉膜关闭不全的一个专利，这样说实际上是说得过去的。它是一个专属的一个术语，所以说在这地方想这事儿，前面咱们把心脏的各种检查，包括额外心音、正常心音，是吧？包括杂音，讲了一大堆。所以同学们要是初学者呀，大三小朋友刚接诊断学就乱套了。好在咱们这本书的诊断学，当然每一本都是一样啊，就是8年300的临床诊断学，它可能在每一个这个应该叫临床表现、体格检查的背后，后面就给你专门来一段。放到某一个病里边怎么样？咱们这本书的话，至少在心血管检查这，实际上呼吸系统集中检查也是一样，这个肺气肿呀，COPD 呀，支气管哮喘、肺心病呀，常见的临床表现、体格检查的特征是什么？心血管系统也是一样，心脏那块如果感觉听完以后乱哄哄的，什么都不知道，那没关系，咱们血管检查完了，下面还一篇，就是常见的几个经典的或者重要的心血管疾病，它的体格检查如何？你慢慢就体会到，实际上你不是一下把心脏全部的检查都学会的。你比如说，你学了一个二峡的舒张中晚期递增型的，原来杂音越响的一个隆隆呀杂音，主臂在胸骨左右第三肋间，也就主动脉的第二听门区，听到一个舒张早期高调递减型叹气样杂音，并可以向心尖部传导。你总是从某个点，因为每个人他的兴趣点，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突然先学会二峡了，有人先学会二臂了，有人先学会主峡了，以此入手，慢慢往前走，积累，并且扩散出去，最后达到一个全面的去掌握一个知识，一个这么难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一个能力，甚至最后能够升华出去。所以，作为一个医生不容易，作为一个名医。更难，要做一个大师级的医生，一直到了你像华家思先生是吧？这个吴介平先生、吴孟超先生、邱发祖先生这样一个级别的话，那就更难了。那只能说有些时候机缘巧合，但是有一条，你肯定源于内心深处呀，悬壶济世那么一个强烈的冲动和愿望，甚至是一种民族或者爱国的情怀，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胸怀，要走那么远。实话实说，可能早早的心就累了。我一直在想，说在这往这一做讲课，在想这么一个免费课，你那么呕心沥血的在讲着，你的目的是什么？就希望有好多好多从我的老师的嘴里听到的东西，到我自己做教学、做临床工作好几年，做教学好几十年，这样一些经验和教训讲给我的学生听，叫传承。B 站后面最近火起来了，咱们的弹幕呀，什么各种题目也很多，这里边为什么要放这么个东西？这里边我得做个说明，就你们在后头、后期再看到各种弹幕、各种评论、各种题目，包括的一些回答等等，包括同学们互相的回答，你来品一下，在你的学习生涯中，是不是也遭遇到这么多？反回头去看去，很稚嫩，很童趣，童心。未泯的这样一些很可爱的，我说很可笑这个词肯定不合适，很可爱的一些提问。所以有句老话说，我们读的少了，想的就太浅了，就是这个意思。慢慢积累吧，不管它了，不管它接着往下走。看脉搏，第一个检查脉搏主要是用触诊，也可以用脉搏计秒，这个计波型，就是脉搏仪来秒计波型。脉搏计秒着波形，检查时可以选择这个桡动脉、肱动脉、股动脉、颈动脉以及足背动脉。足背动脉有时候伤害挺重要，你要一旦遇到一个周围血管炎的患者，他的下肢供血怎么样？足背动脉跳动减弱甚至消失，所以将来的外科学所谓的5P 症：脉搏消失、颜色消失、感觉消失、运动消失、痛觉消失或痛觉增强，5个 P。五个 P 有5P 症，所以我讲外科喜欢说句话，都是个5P，差别怎么那么大呢？你慢慢仔细的去品，你不要看字面意思。脉管炎是活活疼死的，股静脉综合征是活活不疼死的，但是外科学上把这两个病的典型表现
都成为五批，中段穴和内合穴还有三批，外合穴更狠，它有五批。三批指的是一个鱼精蛋白检查，大约粗略的查一下患者目前的血溶系统和凝血系统怎么样，凝血纤溶抗凝这个系统怎么样，再查一个血溶系统激活这样一个东西。现在中段穴有的都不写了，有时候写，先不管它，后面咱们实验室检查再说。这边苏尔提了一个东西啊，五批。起码听说啊，外科学有两个五批，一个是周围血管炎，所以伯格病；一个是骨科著名的骨筋膜式综合征，这个在临床发生非常常见，稍微处理不当，患者可能就需要截肢，它的危害是很大的。这个嗓子，检查时需要两侧的脉搏情况对比。对比是最重要，包括咱们胸部检查，包括下面还有腹部检查。也就是说，特别是胸部这边，你两边都扣一扣，看看两边一样不一样。你不太好区分这边是清音，还是这边是浊音，那边是清音。你两边一比对，上下一比对就比对出来。自身的这种对比，特别是将来到了骨科一些检查，比如说椎间盘突出的椎体抬高实验，每个人他这个筋骨软硬程度不一样，有人他这个腰腿比较，因为我就从来没有。弯腰把腿伸直，说能摸着我脚背，我也练过，练过。原来年轻时候练两下，也就伸直，伸直后面懒得不想练。但是好多人，你看我这好长时间不练，但是手心啪轻轻就着地了，我就不行。甚至大长腿啊，那样说还表扬我，就这意思啊。你不能说啊，我这腿就伸直了也不疼，他那个轻轻一掰就疼了。或许他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再看对侧，刚一动就疼了。哎，两边对比这个很重要。正常人两侧的脉搏差异很小，不易觉察，不是说没有，有。但是你不太容易感受到，意思在这儿。某些疾病时候两边的脉搏明显不同，比如缩窄大动脉炎。缩窄大动脉这个词儿现在用的比较少，咱们一般都知道是什么呀？动脉夹层。动脉夹层最亮，像咱们狗眼的就是，你比如上肢脉搏挺好，下肢没有脉搏，或者左侧脉搏挺好，右侧没脉搏，这个是最糟糕的，甚至无脉症。哎，这个缩窄大动脉炎有没有？这个有，但是咱们现在一般。我们更喜欢就是更准确的叫做动脉夹层，伴随着 CT 的动脉造影技术的发展和提高，现在实际上对于动脉夹层这个病认识也越来越广泛。这也是血管外科在最近7、8年以来蓬勃发展的一个根本推动力。原来这个动脉夹层患者一旦发生动脉瘤破裂，那是致死性的，几秒钟就没了。但如果能提前发现的话，也有比较明显的临床表现。给他弄一个动脉大支架，哪怕这个支架不能一劳永逸，至少缓解或者延缓患者病情进展和预防这个猝死，它是有实际意义的。支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对了，应该这样说，包括心脏支架、包括脑血管支架等等。在检查脉搏时，应该注意脉搏的脉率、节律。脉率是快慢，节律是节奏，稳不稳定，疼。疼，疼还是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就唱出来进行曲了。就，哎，你比如说咱们学了一个节律，绝对不规整的，记得一个病，房颤绝对不规整。他说：“老师，我就不会房颤，你还不知道一条一摸病人脉搏完全不靠谱的，就是房颤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是学不会，是你自己蒙上了自己的双眼。比如说老歌说：“我悄悄地蒙上了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我他妈哪知道你是谁，你爱谁谁，这意思。”护士护的护的护，我这个人瞎说啊，就有人学了好久了，说脉率和节律、心率和心率，他弄不明白，一个是心跳快慢，一个是节律规不规整。结果一写出文字来以后就比误，实际上那地方说了，说我写错，操，这啥跟人扯的事儿，还不是你写没写？实际上你觉得内心说没有真正弄明白，一个是说快慢的是哪个律，说稳不稳定的 rhythm，那英文单词你就写不错了，节奏。另外还有脉搏的紧张度和管壁的弹性强弱以及波形变化，这种对于脉搏的观察、认识和运用，西医和中医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可以说，西医是中医成型之前的一个压压学语、蹒跚邯郸学步的那个小初级，没有起步阶段。中医的脉搏是很讲究的，所以因为学不会。我们就说人家是假的，比如说滑脉又称喜脉，这个脉搏从手底下往过走的时候，寸关尺，你去摸它，就像这个算盘珠子从我手指底下痒痒的咕噜，
咕噜咕噜滚过去。体内有淤血，气血瘀滞，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血府、逐瘀汤这样一些话题。孕妇怀胎了，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也是体内淤积的一块东西。体会一下，胎儿对于妈妈来说就是个外来的异物，不是？和我们这个胃肠消化不良、胃气、脾气运化不足，是吧？这个脾胃阻塞是一个意思。所以实际上，滑脉介于两个情况：一个是消化不良，一个是怀孕了，喜脉。应该说，不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一般的中医医师就能摸到很多脉象。说老师，我咋摸不到？是你笨呗？要不我在想，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祖宗那些东西给丢了的？从我们一旦把规矩两个字放下，只要我不会的，你就是吹牛。用现在说话，社交牛逼症，你也是牛大发。我要跟人说彼岸话，他们一定容我。反正你是不是学习时间长，你学的精神分裂了？一边在这讲课，做了书房，一直在想这个事，你能感受的事情，别人未必能感受到；别人能感受的事情，我也未必能感受到。所以你看毛主席的诗词说：“万里霜降尽自由，鹰击长空余翔千里。万里霜降尽自由，我往那路边一蹲，往湘江边上一蹲，小鱼小虾小螃蟹是吧？小蚊子小苍蝇哇哇飞来飞去的，谁不是在 make living 谋生呀？”老鹰扑下来吃小鸡吃兔子，小鱼过去吃只小虾，小虾啃了点泥，谁错了？谁都没错。但为了满足好奇、满足口欲，非要把好好一只梅花鹿抓回来杀了吃了，把别人家狗偷回来吃了。你吃东西不是为了吃饱，只是为了吃本身，这就有点不太合适了，不是吗？老虎吃人是觉得没吃过人肉好奇吗？在他眼中，你只是一块肉，不是吗？你非要去动物园和老虎论一论，今天你敢不敢吃我？他怎么就不敢吃你？你的刑法哪一条规定老虎不能吃人？老虎不能吃孩子，这个不用人规定。你都知道，虎毒不食子。所以我一直在想，到底规则就是规矩这个事儿，它有多重要？讲到这个地方，突然感慨，我们因为摸不出来一个人是不是怀孕了，我们就说喜脉是骗人的。你还丧脉，你喜脉呢？曾几何时不是这样的？我们练武术打不了人，说明武是骗人的；练搏击能打人。你也网上见过视频，练搏击的被一个又瘦又小的练武术的人打的脑袋肿的，跟那肉包子似的，跟那范伟似的。哇塞，哥们儿都转移到头上来。你又说人家不讲规则，人家跟你讲技术，你要讲规则；人家讲规则，你要讲体重；人家讲体重，你又耍流氓。说到这儿，实际上我感慨万千啊，同学们！我在太原这边遇到过，有一个诊所叫三不六病诊所，刘老先生，山西襄垣人，在祖上他们就一直喜欢悬壶济世。有的大疫来临的时候，家里边就开仓放粮，就给老百姓送药。抗日战争时期，刘老先生有立过很大的功劳，所以他实际上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叫三不六病。他孙子刘先生，我这不说名字了，我们私人关系挺好。他给我讲过一句话，说实际上在左手的，你知道咱们中医讲究脉象，寸关尺，在咱们的手腕这儿，再往大鱼际这边走一指，就是平时咱们摸的时候不往这儿走，在胫骨这个小凸起这个地方是关，上面是寸，下面是尺，这样走过去，再往上走一个地方的时候，能摸到脉搏，就一定叫肝阳上亢。这是他爷爷传他的时候专门讲的一句话，这也是他们家看病的时候一个礼之本。所以那一年正好依他们这个学派组织全国的中医师在太原这边开过会，我还应邀参加，因为我还觉得诚惶诚恐，那会刚刚博士毕业，所以我就在西安几个教授坐一起聊天的时候，刘老师能不能牵头写一个中医生理学？我就完全了，你们讲的是气血营卫，哥们儿，我讲的是心血管系统呼吸道 circulation 是吧？cardiovascular system 哦，respiratory，我讲的是这不是一码事儿。说你能写，我真写不了。
到现在，这博士毕业都20年了，返回来再回头想一想说，你对气血营卫这个事儿，我有一点粗略的一个理解，一点点。哦，但你这你也不可能给人写到气血营卫，那不胡说不要脸，那不是？所以我这突然感慨什么，就是说我不能理解的事情一定不存在吗？说老师，你又开始讲废话，没有诊断学，哥们儿，你记住，这是一辈子拿来给人看病的立身之本，这可没有讲废话。你这个心率和心率都还没搞明白，你还说人讲废话？先不管了，不管了。西医这套办法呀，浅薄到可笑的地步。鱼向浅底吧，中医叫阴极阐。我不是说中医好，西医不好，是实际上西医确实有它很多的独到见解。但是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科，你比如说，比方说这个物理学上的波粒二象性，坚信它是波的人，最后发现它是粒子数。坚信是粒子数的人，最后发现它实际上是个波，妥协了吧？现在叫波粒二象性。你干嘛非要把学派搞得那么对立？我这地方可不是搞对立啊！好的我就拿来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我们就完成了。我何必非要在意哪个学派呀、啊？就那么要面子吗？就那么缺面子吗？我们一直嘴里喊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你能做到多少？你做不到多少。所以，一个知识分子，我想应该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虚怀若谷的。你们的弹幕和评论，我非常认真，有些看完我就没有专门回复。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仅仅是你读的还不到，但有一些问题我就要认真回复了。这个事情是怎么读，它也需要有人来答一下。对了，你也发现我回复一些东西的时候。是选择性的，是在这儿。先不管了，麦率就快慢，麦率影响因素一般类似于心率，它实际上在生理情况下，应该说麦率和心率是一致的。正常人麦率在安静清醒情况下，大约是每分钟60到100次。生理学上学过，老年偏慢，女性稍快，儿童较快，小于3岁儿童多在100次以上。所以我们专门讲过，你想胎儿时期的时候，胎心音中麦率，它一分钟140到160次这个样子。各种生理病理或药物影响也可以使得脉搏增快或减慢。此外，除脉搏快慢以外，还应该观察脉率与心率是否一致。你比如说房颤，或较早出现的器切收缩，由于部分心脏收缩的搏出量少。为什么搏出量少？你想，收缩舒张，舒张期心脏没血，这舒张期通过心肌的有效的舒张、负压吸引方式，把心房血液抽回来。舒张期的长短是会影响充盈量多少的。充盈量多少又直接影响搏出量，我们叫做前负荷与搏出量正相关，叫 Frank-Starling 定律，也叫异常自然调节。一旦两次心跳离得太近的时候，哒哒哒哒，只见收缩不见舒张，只见泵血不见回流，就没回流，你泵什么？这就叫无效收缩。哒哒哒哒一听跳了好几下，但因为没有血打到血管里边。血管壁充盈不起来，所以只见心跳，木有脉搏，这就是著名的脉搏短促，也就是脉率少于心率。一般对这个词儿来说，你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房颤的专利，就 OK 了。房早有没有？房早有时候也有，但这种包括室早也会有，但这种东西不足以引起它是偶发的，它不像房颤，肯定是短促的。心跳98，脉搏88、86。这个样子的，因为它太不规整，这样听下来脉搏短促。第一个，第二个，脉率就节律 rhythm 节奏，脉搏的节律可以反映心脏节律，因为正常情况下心脏跳一下，脉搏跳一下，它一致的，所以它能反应。大多数时候咱们没有听心脏的，拿手直接摸脉搏，但是心内科医生一般是听着心脏，放在心尖部摸着脉搏，看还一致不一致等等，它有很多事要观察。正常人脉率规则。有窦性心律不齐者的脉率可以随着呼吸改变，吸气时增快，呼气时减慢，各种心律失常病人均可以影响脉率，比如房颤绝对不规则，所以快慢不等，强弱不定，脉搏短促，脉搏短促这儿还写着几个字儿，脉率少于心率，房颤12个字，心脏快慢不等，强弱不定，脉搏短促，对，不但绝对不规则。而且脉搏的强弱不等，以及脉率少于心率，你可以叫做房颤三联征是没毛病的。
快马不等，强弱不定，脉搏短促。脉搏短促这几个字儿。另外有倾斜收缩、呈现耳叠三裂率的，这儿多讲一句话，前面应该提过一嘴。设想一下，你可以理解二三连律，一次窦性节律，一次失噪；一次窦性节律，一次失噪，叫二连律；两次窦性节律，一次失噪，叫三连律。在这背死它。有同学听到以后，把它这个打在弹幕上啊。二连律是一正一反，三律是两正一反，可不是两反一正，是两正一反，就是窦窦失噪，窦窦失噪，这叫三连律。你完全可以理解二三连律就是心梗的专利，叫 OK。你什么都想背，最后出来是满嘴跑火车，就背一条，我抓死他就 OK 了。这叫一招鲜吃遍天，宁可做一招鲜，也不要做万金油。对了，但是反过来，到某一天你发现没有杂家，哪来大家？那句废话都不会给人说，你还跟人讲课呵，那嘴笨的，见了不知道叫叔叔阿姨，见谁都是大爷，傻呀。二类三类率，二度房巢的组织，二度一型就温室组织和二度二型，偶有脉搏透漏，又称之为脱落脉 ，dropped pulse， 脱落脉，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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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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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所以再往后面，心律师还要讲，在脱漏之间，就正常心跳的这个时候。第一型强度相等的是末室二型，就二度二型脱落这个传导组织。如果听着第一型梯次减弱，强强强强停，强强强强停，梯次减弱的是温室组织二度一型。我们怎么区分二度房巢的组织是一型还是二型的？那么就看心跳强度一致不？一致的是末室二型，梯次减弱的。是末室一型，就是温室组织。我们就这样，不管在哪个地方积累的，一点点，你就回头发现说，挥洒自如，拎出来就能用。对了，足够熟练的基础之上，你的知识结构就升华了，升华，再升华，再升华，再升华，就升华到老百姓们看不见的那个更有意思的世界，很干净，很纯粹，世界在我手的那种感觉，人就突然变得简单，因为你不需要再复杂，这个样子。脉律，第三个是紧张度与动脉关闭的状态，动脉闭的状态，脉搏的紧张度与动脉硬化的程度有关系。所以检查时，这两个手指指腹、指头肚子，至于着动脉上，手腕的进行端手指用力按压，进行端就是挨着胳膊肘这边的，阻断血管，使得远端、远行端手指触不到脉搏，通过施加压力大小。即感觉这样的一个血管弹性状态来判断脉搏紧张度，轻轻一压，前面就摸不到了。你看，就跟你说，例如将桡动脉压紧以后，虽然远端手指触不到动脉脉搏，但能触及到条索动脉的存在，摸到那条血管，并且硬而缺乏弹性，似条索状、迂曲或结节状，提示动脉硬化。你发现了没？咱们慢慢西医也在慢慢向中医在摸摸，原来摸不到的东西。但是这是个什么？这里边你依然在找结构。所以昨天下午在学校本部给我的学生们讲课，我在省四 B 102教室对面，正好是我看是中医老师，我中间课间休息时候出来，给中医老师在讲课，说你看啊，你要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你挂号，挂个妇产科呀，挂个儿科呀，挂个血液内科，挂个肛肠外科看。肛裂的、砍痣的，中医科需要不？你挂上中医科就好了。我听到老师讲这么一句话，中医老师在讲中医，不是这样吗？是这样，是这样。中医更讲究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医看的是功能，西医看的是结构。你还不能说结构坏了，功能一定就不行。你听过俩字没有？代偿。心脏是不太好，但经过我的努力表现出来还不错。经过我的努力表现出来也不怎么样，临床医学就叫失代偿，正常代偿失代偿，你慢慢品。学到临床医学，如果还想学生理生化那样就死背生理，生理就是生和理，生生理不讲理，简称生理。你是那样吗？
为什么说学医学过程有一个性格和心态的变化？为什么说文科生没法学医学？就是这个意思。紧张度和关闭的状态。第四条是脉搏强弱，脉搏强弱与心搏出量、脉压和外周血管阻力有关系。脉搏强弱，脉搏增强且振幅大，是由于心搏量大、脉压宽和外周阻力低，比如说高热、甲亢、主臂等等。下面就会谈到，就叫什么呀？水冲脉，幅度太，振幅太大了。脉搏减弱而振幅低，由于搏出量小、脉压小，外周阻力升高，比如说心衰，比如说猪侠，比如说休克。所以九板书那天我在咱们的 B 站动态里边专门转了一下八年三百，猪侠这个脉搏减弱、振幅减小、起伏速度减慢，我们有专业术语叫细迟脉，又细迟到的迟又迟。那么主臂因为脉压太大，包括甲亢、高热，幅度太大，我们就叫水冲脉 B 图水冲脉。是啊，跟它相反是又小又细，起伏还慢，就叫细迟脉。不知道九板书的地方有什么它拿掉了，不合适啊，你这背一下。你可以背两个案例，一说水冲脉就主臂，一说细迟脉就主侠。但是我一直讲课说，你们也发现了，说我的本科生们，除非咱们专门听课，否则一说水冲脉就是甲亢，对不对？对。到内科学开始考我，甲亢和主臂都他妈水冲脉一样吗？不一样。甲亢的水冲脉是收缩压高，主臂的水冲脉是舒张压低。但两人共同点是脉压大。一学到这个临床医学，你就发现，同样都是个水冲脉，差别那么大呢？刚才说都是个五匹针，差别怎么大呢？都是个麻醉肌松剂，差别怎么那么大呢？一旦做过外总，知道肌松剂壶铂胆碱铜见毒，中毒了，中毒以后铜见毒需要深层地敏解救，壶铂胆碱可不敢，越用死得越快。所以我们讲了一句话，说都是个肌松剂，差别怎么那么大呢？就算你没有学外总，你学过药理学也知道，你看看铜见毒碱和壶铂胆碱，它的激素作用机制一样不？不一样，激化非激化型。激化去激化型，这样的不一样。这是脉搏的强弱。第五条就是咱们这要讲的脉型，脉搏的这个波形，脉搏波形，咱们接着往下看。